yeah. Hi, hello, 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今天要住的民宿，叫做 aloha 民宿。我们车停在这边，我们走上来，然后蛮特别的，一进来就 OK。我们先尊重主人，因为我们尊重民宿，但是主人现在不在，我们要一个一个来。那些民宿呢，就是住在他的家里面。这是应该是总共三间的厨房吧。我们要走进来了。应该就是一个公共空间，是公共空间的。在这边就是很家庭式，就是传统美国家庭式的客厅。天气好不好？在这边应该很漂亮。看到壁炉，移到这边，哇，还有这个可以坐。然后现在要到我们房间了。这家主人民宿蛮是酷的，到现在还找不到主人，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房间的形态，叫做那个，就是我们的房间 ，tap room， 然后就是老板的名字，所以他已经登记了。所以现在，真的就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。这民宿真的非常的酷。重点是，我就开着灯光进去，哇！因为这边是比较乡下、很乡村的地方，所以就是这样吧。然后其实隔壁间呢，也是有其他人入住啊。那他们在用这个房间洗澡，好吗？哇！这一间的话也是。我们还没有来，那我们先来。那今天可能会我们有另外一组客人住在这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大家想念这样的房间，就这样啦。我们在阿罗哈民宿，阿罗哈。